大家好，我是交通部长林佳龙。行车时方向灯很重要，来看看大家的交通知识是否正确。车辆路口转弯时，要在转弯前几公尺打方向灯呢？30公尺，答对了。在路口转弯前30公尺就打方向灯。行车上路时，方向灯必须提早打，要看后照镜及摆头查看确认无人车，这样才能够100%确保行车安全哦。